真心换绝情，那留下来的话，对他未来也未尝不是好事嘛。丢掉可惜，你知道，不如拿去卖掉算了，至少换一点钱，你知道吗？想不懂哎，这个叫哦，五个字的，真心换绝情，这些礼物很有意义嘛。那多数都是我在市政咨询前，那么拿这样子的礼物，代表的是就是我要针对他咨询的。用礼物的方式呈现是言简意赅，一针见血，那可以立刻让他明了，就是我咨询的主轴，以及他现在施政上的错误。那么这些礼物，他当时我想应该有得到一些启示才对。那留下来的话，对他未来也未尝不是好事嘛。您在党庆上面要拍卖王世坚过去送您的礼物，他说你怎么只会缺这点钱？然后网络上也有人说，你好像卖前任的东西是不太厚道。第一点哦，缺钱是真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有没有搞什么党营事业？其实到现在为止来讲，我们只有小额募款的，真的我们也没有去跟那些财团大老板都去真的去要钱了、啊，我觉得是这样的，我也希望说这个选举是比较干净的哦。那至于是这样的哦，当然当市长八年，人家送一大堆东西，坦白讲那个哦，说丢掉可惜，你知道，不如拿去卖掉算了，至少换一点钱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在后来我们的幕僚说，哎、欸，如果这样，他们这样讲，那我们真的，他们正在考虑啊，是不是卖的钱就要开始捐给哪一个慈善单位？